當初咧抱住一個嘗試嘅心態就決定報名參加啦。我哋做一個香港第一間嘅一個淨係做陀飛輪品牌嘅手錶。咁我哋嘅元素係以中西合璧為主啦。除咗有啲香港精神嘅系列之外咧，我哋都有啲揾啲中華文化嘅古董嘅元素啦，亦都有同唔同嘅電影啦、套戲一齊同步上映一個很強烈的西方文化色彩的手錶。我們做品牌最重要在市場上找到一個很獨特的一個定位，一個獨特吸引人的地方。其實你有很多市場的推廣是可以免費得到。當然最重要就是譬如說勤力啊、對人的誠信啊，這件事就是其實做品牌最終都是看創辦人的一個 good will。 所以這方面我作為一個企業家來說也是非常重要去堅持和做好。